下礼拜老友讲，还带囡仔出来行行咧。年要到啊，车票紧来贴贴咧。康辉老孙是过年啊过，还来了一间啊厝咧。早了知影呢，安全带到来家行。有人过来咧，叫救护车！为着生命的安全，咱千万唔通惊麻烦。下礼拜还有了啊？应该带新人来出来行行啊。过年要多位哦，茶票啊，应该塞地位来买。铁路还讲有损失，明年就做得天一件木了。做地吼，加下安全带就特别狠了。你们跑哪里啊？警察，上！工作场所小心注意，唔莫惊麻烦。